林更新又换新女友了，这次的女友肤白貌美，身材高挑，两人一起外出太甜了。近日林更新和女友史瑞一一同外出的照片被网友曝光，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。照片中林更新亲自开车载着女友史瑞一外出，两人穿着休闲装，戴着帽子和口罩，显得十分低调。虽然两人都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但依旧难掩高颜值和好身材。史瑞一的身高和林更新相差无几，两人站在一起非常般配。史瑞一不仅身材高挑，颜值也非常高，长相甜美，皮肤白皙，让人眼前一亮。据悉，史瑞一曾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，因外貌出众被誉为南艺校花。林更新和史瑞一的互动也十分甜蜜，两人在车内聊天时，林更新不时地看向女友，眼神中充满了爱意。下车后，林更新更是主动帮女友拎东西，尽显绅士风范。林更新这次又换女友了，但每次的女友都颜值出众，身材高挑，希望这次他能够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人，稳定下来。